CK 老讲给一三一四 ，Is it CK？ I'm waiting for your 一三一四。哦，还你们每次如果 miss 我的 end phase 时候，你们想要重播看的话，你们可以去CK 老的 YouTube 看。你知道上个星期 CK 老把我绯闻给你们的 video 放在 YouTube， 他的 YouTube 名字叫 CK 老。星星长在 Taylor 的插单看到我 ，Hello， 假如你真的是来晚了，我剩下一分钟。明天有去哪里买吗？没有嘞，我不是买的，我是待在家的。Jasmine Wong 讲的平头很可爱耶，想过剪的平头吗？没有，已经十九岁，不要可爱了，要长，这边很长了。是啦，猪猪，我不要理你啊，你这样坏。谢谢小阿杰 ，CK 老，谢谢你，谢谢你 ，CK 老。CK 老，你有把那个你送我一三一四花的那个拍起来吗？谢谢，我来不及拍刚刚。谢谢 CK 老，第一次有人送我一三一四花嘞。阿杰也谢谢你，今天的花特别多，很感谢。今天虽然没有主题，我以为会很闷，可是跟你们聊得很开心。十点了，要讲拜拜了，你们等下去看 Leolin 的 M Face 啦。然后下一个 M Face 一样，今天星期六八点，有什么更改的话，我会在 Insta 有 Facebook 通知你们。下个星期见，拜拜。还有 Insta， 记得 post 照片在 Insta 楼 tag 我，不要 private 叫你们看啊，我现在去看。谢谢 CK 老的一三一四，阿杰的五二零，原来阿杰送我五二零，现在才知道。谢谢一三一四五二零，还有你们的话，全部的话，谢谢，拜拜。谢谢汉森、阿豪、冰辉、Kelvin、女人、嘉伦、Vlog， 还有 Happy Tang 的话，谢谢，还有你们全部来看我，拜拜。阿杰，下个星期见，还有全部下个星期见，拜。